俗话说天下有两难，读书和打拳。有很多武术爱好者一直疑惑传武到底能不能实战，未知名能不能打，就有很多武术爱好者以身作则参与实战对抗，抛开胜败如何，他们的勇气值得钦佩。就像这种武术与太极之间的较量，攻击范围广泛，幅度大，尺寸不好把握。而下面这两位画地为牢，左脚不允许跨出这个圈，在圈内进行较量。赛前双方都彬彬有礼，可是在切腹途中险些发生失控的一幕。李和腿田野和雷公太极大师既然都是大师了，素质修养一定很高，上来直接闪光，咋就急眼了呢？不不不。